FIR 的吉他手阿庆从音乐人晋升到艺术教育家，除了成立培训台湾练习生的 TPI 之外，现在又开创 ISA 剧团，打造华语流行音乐舞台剧，找来 Popu Lady 担任首场歌舞剧的女主角。这次的师资团队都非常的优秀，所以很希望可以赶快开始巡演。我在里面的角色，我是演双胞胎的姐姐。OK。对，然后是比较生活比较顺遂一点，是跟妹妹比起来是有反差的。对，但也是非常热爱跳舞。然后，那妹妹是谁演呢？妹妹是宝儿。我的个性就是跟姐姐是反差，因为我的生活就是比较不这么顺遂。OK。然后内心比较多仇恨。是。我是演那个制作人的地下女友。制作人是谁？阿庆老师，是大雄老师吗？你也要演啊？没有，我们是这样子的。大雄老师说，他看到这剧本就说啊，阿庆老师这就是你的角色、这个角色根本就你阿庆自己来演就好了嘛。对，早前被爆出和魔幻力量的成员嘎嘎当街仙衣唇交，宝儿25号出席活动，不免被问到两人是否还有联络。宝儿不避讳的坦诚，彼此还是朋友，也有听嘎嘎的新歌。至于两人有没有交往的可能，宝儿则语带保留的表示，还没想到这个部分。